这对派电闸为服务木山电闸，为服务电闸机关署一线在单内部，每张上电闸现在都是不能收不起，俺们的么俺们的不如起码每张俺们电闸收纳，那蛮一些么他妈重哦。这对那点呢，台东的蓝岩卫生所，俺们电闸为了些每的说现在都是说，而且只说蓝岩，俺们的600个南部么俺们电闸把奥都通了呢，俺们的300个南部么原来单内部移民的现在呼吸道感染或者俺们电闸感冒。我说买一只，用单只冷饮。我讲一下，俺单只，我现在把检查他们买只检查干部，做完了做的单呢，俺单只打库房间，俺单只背出去后，俺单只那农民那得是俺单只下把熬到他们打单哎么？因为现在把叫俺单只下都是说俺的满一起走了，俺单只买呢以后弄的短路，因为台东的冷饮卫生所现在用单只小检查现在都是说，而且是现在冷饮，俺单只把熬到他们那里。俺们的人在600个南部现在走，俺们的300个南部嘛，哪里是没得现在么呼吸道感染？因为买只江的人家的马总哦，然后蓝屿卫生所，而且车现在客流感现在说说单一波，我说说买一只，而蓝屿而且车呢做单的，俺们的人家阿生做做做特别人家熬得他妈，没就是俺们的人家没呢太多好吧，熬得他们那里。医师会根据病人的临床症状去提前做一个诊断，流行流感的话就可以。确切的诊断出来是不是病人是不是流感，那现在这个可以帮助我们诊断的是并不会就完全依赖快筛了。因为蓝屿卫生所是有的大家当的买单的妈妈等着把熬到他们那里我们去打十八年在那里住没有那么多人在二十八年在1层到2层一下给他哭把也下西莫用带西有你明明带现在肉蓝屿到边的走到当的我们哪里是我们等着用的啦有你明明没有到边的人在蓝屿我们的五个是我们等着我是你检查的我们等着的嘛中国各个人的走我们等着他哭把我们等着我是你说不会住我们等着影响的把我的同类你啊这个台东的卫生局一些有的大家当人在为什么的现在我现在检查你我爱惜别的现在我现在熬得痛吗因为我们每一次一米的现在就季节期我们在他妈中我们在那里我们呢到后面你的当地我们在我们的一所交通运输各个我们在影响到而且成了一些电视现在说什么时间快筛这是一种筛检工具嘛那其实它不是一个治疗工具采样以后去检验看它是不是阳性反应或是阴性反应，其实这个东西伪阳性或伪阴性的机会也很大，而且这一般的药剂都一定有一些效期，如果放在那边啊没很久没有用，其实效期也变得无效，就是会失效掉，也是其实也是浪费一个资源。然后蓝屿走到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说买一只，现在都说等一下，让大家放那边，等一下。只买呢，俺们这个贵呢，我们那他妈正好想等一下，我心里不舒服。啊，我贵我等一下，蓝屿等一下，我走，我去说一下，卫生所，得他妈跟着把欧叔叔出，让得他们等一下，底下等一下，得他们等说，儿子在也是成了监工了，监一等一下，俺们他说给个股，用等一下说，蓝屿俺们等一下，阿妈多俺们是检查医疗资源，阿爸也不会真的便宜。